国际知名导演李安和好莱坞巨星威尔·史密斯日前在台北参加电影《双子杀手》的首映会，而主办单位也特别安排了李安在台南家乡的国宝级电影看板画师严正发为电影绘制了看板，让威尔·史密斯为之惊艳，想要把这个看板带回家。而严正发出席首映会，问他想要跟国际巨星说什么，国宝画家也很可爱，他说想要签名。好莱坞巨星威尔·史密斯现身电影首映会红毯，影迷尖叫声不断。这回是和来自台南的国际名导李安一起来台宣传新片。首映会现场，巨星风采闪耀，而这幅来自李安台南家乡的电影画板也很吸睛。威尔·史密斯的表情神复制，而且全是用笔画出来的，让史密斯也开心表示好想带回家。对扛棒。开瓦布的时间呢？差不多一两天吧。一两天怎么回事？看起来才一两天呢、啊，三四日就两天多了。目前全台少数还使用手绘看板的台南全美戏院，是李安从小看电影的地方，也是培育大导演电影梦的摇篮。这位担任电影海报师傅的严正发替电影绘制看板。严正发18岁踏入艺术界，累积50多年经验，专长手绘电影海报，知名作品包括《神力女超人》《解忧杂货店》等，被称为国宝级画师。他们说，我儿子讲阿水啊。啊，就是他说，我送给他呢，一张送给他嘛，他们说要留收藏起来了，他们留起来了。主持人我说，你要问什么？我说他要叫他要帮我签名。今天是李安李大哥的李导演的生日啦，只好这边祝李导演生日快乐啦。我们在台南都很想你啊，有空来台南玩。这次看板内容是依照电影海报绘制，但其实严正发更厉害的是重新构图，把电影内的重要场景重新排列在看板中，发挥出更棒的视觉效果。是否能看到国宝级画师为李安电影大展画工，大家就拭目以待。《民视社林俊明》台南市报道。